我觉得在欧洲开车实在太舒服了，感觉你每一个转角都是不一样的风景，每转个弯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样，都会哇。在这个地方是因斯布鲁克，它是在阿尔卑斯山下面的一个小城镇。哎，黄金屋顶，它那全部都是用黄金打造成的屋顶。凯旋门，一边是在庆祝婚礼，一边是在哀悼丧礼。进德国了，这边路上就有一个城堡哎。他们家有一只小狗在那边顾门。很棒哎，很吸引哎。那个诺曼底特大道的终点，上天鹅堡前可以选择要走路或者是要搭马车。在逛完新天鹅堡了，我们要去旁边的吊桥，听说那里是看新天鹅堡最好的景，走吧。